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请坐哈，大家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84面，284面。倒数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啊，又言等六门，日夜留住烦恼，故名漏。以甚至者，断尽此烦恼，称为漏尽。这个我们借助昨天学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居民所受的快乐，犹如漏尽比丘。什么叫漏尽？在这里呢，我们借着学习眼等六门，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是外面的六根啊，这个五根。意就是念头，起心动念的意根，合起来称为六根。六根确实日夜留住烦恼，眼见色，带给我们贪嗔痴慢，这都是烦恼。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可以说是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都带给我们烦恼，养成我们的习气。所以叫留住烦恼在佛法里头用一个漏来代表它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漏就是一个器皿像我们茶杯，如果这下面破损了，就有漏洞了，它就失去它的作用我们盛上水进去它就漏掉了这个烦恼呢，六根把我们自信的功德了全漏掉了，取这个意思所以烦恼我们认识它了，才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危害太大了。我们自信里头有圆满的智慧，从这漏掉了；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全都从这漏掉了。这成为漏了。底下一句说。圣智者，圣人，有智慧的人，他们会把这些烦恼断掉。我们一般讲放下，不再用这些东西了。
能断尽烦恼呢，那就叫无漏了。漏尽了，就是无漏了。这智者是谁呢？小圣智者是阿罗汉。这个地方呢，圣下面加个智，那就不是阿罗汉了。阿罗汉称小圣。大乘法里面讲的化身般若解脱叫三德，阿罗汉执证局限的解脱，化身没证的，智慧没证的，是小圣。圣后面加个智啊，这是大圣。大圣是什么人呢？是化身菩萨，这成大神。为什么？他不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断了，真的是漏尽，是指这一类人，真正转烦恼为菩提。我们六道的凡夫很可怜，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这一句话说得好，这六个字，日夜留住烦恼所以智慧不开德能向好都不能够现前如果真正明了事实真相，我们都会自愧，感到对不起自己把自己有这么好的性德了都丧失掉了丧失是比喻其实是障碍而不起作用。六神通中前五通为有漏通，为漏尽通为无漏通前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还有一个神足通神足是飞行变化，像西游记里面讲的孙悟空，那就是五种神通具足了，他没有第六种所以他不能称圣人自称为齐天大圣，别人不承认了，那是他自己封自己的，别人不承认说明小乘阿那含之前三国初国二国三国他们所得的有漏的神通唯有证得阿罗汉果，这才得漏尽通见思烦恼断尽，超越六道轮回了这是无漏通，烦恼断尽之比丘称为漏尽比丘，即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才称漏尽比丘阿罗汉在前面都不能称漏尽都是有漏的神通。
说法藏菩萨愿彼国众生啊，他希望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受乐无极啊，无极就是没有止限啊，无论是从时间上说啊，是从身心各个方面来讲啊，决定没有感受到有苦啊，有苦有难，这是极乐世界是没有这些事情。那且于所说快乐心无染着如阿罗汉啊，断尽诸漏。这是说的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专门讲凡圣同居土里头往生的，叫待业往生的，真的是一品烦恼都没断啊。可是这些人在极乐世界所是这个所获得的享受跟阿罗汉相等，啊，这是很值得我们思维的。那阿罗汉他所享受的乐到底是什么样的乐呢？这底下几句形容啊，你看且与所受快乐心无染著。我们今天受的快乐有染有著，这染着是烦恼啊，乐里头夹杂着烦恼啊，所以古人讲啊，乐极生悲啊，西方极乐世界人享乐不会生悲啊，不会变成这个悲哀啊，这是跟我们这个世界大不相同地方啊，我们这个像地这个世界享乐过分肯定那不应该就出现啊，你比如说吃东西啊，很乐啊，吃一碗不错还想吃一碗，如果叫你连续不断吃个20碗30碗你就可怜了，你就苦了，所以落到后面它就变成悲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啊，他们决定不会生悲的。这什么道理呢？从一个总的原理上我们能够明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天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还接受十方诸佛的加持，这个福报太大了啊！所以他们的心里是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念念都跟性德相应。当然，他知道所有的现象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对于一切境界相不执着不分别，苦乐两边都不可得，这才叫真乐 啊所以如阿罗汉断尽诸漏啊，这是诸漏是见思烦恼，于诸世间呢不执不着。
再不会执着了，再不会着相了。啊，那我们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头只要不执着，现象没有障碍。啊，我们看到金山活佛的故事，啊，乐观老法师，我跟他见过面，啊，他跟金山活佛曾经在一起住过4个月，啊，看到金山法师，有一次，啊，跟大家在一起吃饭，这信徒啊，对他很爱戴，很热心，每个人盛一碗饭送给他，哎，他很欢喜，马上就吃了，啊，你看供养的人都快乐，哦，结果大家一起来供养，一下吃了20多碗饭。乐观法师在旁边说：“你们不能害法师啊，啊，你怎么可以让他吃这么多啊？”活佛告诉金山法师：“不增不减。”没事啊，着什么急啊？没事，那个就是什么？他懂得这个道理啊，吃再多等于没有吃啊，10天半个月不吃饭也等于吃了，这个妙计了啊，他就到这个境界了。我们凡夫看起来感到很压抑，很惊奇，在他是很平常的事情啊。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没有着相啊，我们是着相啊，不知不着。故云犹如漏金比丘，这是比喻受落而没有落相。苦乐两边都不知足，这才叫真乐啊！因为苦乐是相对的，那就不是真乐啊！离开相对，就是离开对立，才真正是得乐。所以，诸佛菩萨的乐，我们凡夫不知道，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啊，跟我们享乐呢，我们都是以为这个很快乐啊，苦乐的乐，我们想到这儿去了，怎么想想不到佛菩萨那个境界啊。这个的大乘佛法了，也得稍稍摄入一些才能体会得到啊，才能明白，不是我们世间苦乐之乐啊，世间苦乐它全没有。一级啊，大师名词为受乐无染愿，这个说得好啊，受乐无染，那受苦呢也无染，不动心呐，没有起心动念呐，啊，这就是真乐。景星法师说：“受乐无事愿，啊，这也很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有受乐，乐过去就没有了，失掉了。啊，而诸佛如来，他那个乐是永远不失的，像泉水一样，不动的往外面喷。”啊，那个快乐啊，这个世间圣人也有这个境界啊，像孔子在《论语》里头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那个悦就是乐，喜悦。这个喜悦是从哪呢？是从内心里面往外流出来的，永远流不尽。啊，相信啊，那个快乐，它没有止住的，没有尽处的，不像世间欢乐的时候，啊，这个散场之后啊，这个乐就没有了，就断掉了，啊，永远快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乐不是外面来的刺激，啊，是内证的功夫。喜悦是信德，啊，自信的信德了，它不断向外流，啊，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受乐不施，啊，都是这个意思。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三十一。不贪记深愿，这个愿是我们常常讲啊，常常提起，非常重要啊。无其想念，贪记深者，见性的菩萨叫化身大士，永远不会呀，你起个念头，我还有个身，绝对没这个念头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金刚经》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个见是什么？见就是念头啊，这些念头啊，凡夫有，菩萨决定没有，连念头都没有，他怎么会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什么是我呢？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过啊，化身菩萨已经证得圆满的三德：化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而这个里面每一种都有常乐我净四德，那有我啊，化身里头有我啊，般若里头也有我啊，啊，解脱里头还是有我啊，这个我不是我们现在讲我这个概念。大乘经上讲我是什么意思？主宰的意思啊，它有两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是主宰，第二个是自在。如果用这两个意思来看，我们这个身体就不是我了。为什么呢？做不了主，也不自在啊，如果真做得了主，年年十八都好呢。啊，他慢慢天天老了，这个做不了主啊，我不在呀、啊。哎呀，自在啊，这每天吃东西很讨厌的，麻烦了、啊。啊，我不吃东西多好呢。啊，身体拥有永远健康，永远快乐。啊，不需要饮食。有人做得到，色界天就做到了啊，这得禅定的
四禅八定，他们不需要认识，财色名食睡他都不要了，那个自在。可是他还做不了主啊，他那个青春留不住啊，还有生死轮回，所以也不能说真的有果啊。但是化身菩萨是真的。他真的能做主宰啊，真正得大自在啊，化身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真行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出来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是时，凡圣同居土里面的大众，都不会有生的这个念头。这个难得了，啊，跟化身菩萨没两样啊。那回头再说，凡夫修行，这讲到我们，我们修行很不容易成就。啊，就是这一句佛号都念不好，什么原因呢？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多多身见，凡夫修行多多身见，我们堕落在常常想到自己身体，身体要好好保养它，要好好照顾它。把照顾身体、保养身体摆在第一位，其他是第二位，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不能成就。修行要想成就，你想修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想将来我们欲知实质自在往生，那要怎么修呢？要把身体丢掉，不能想身体啊，身体是附带的，不要去理他，不理他，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好。为什么呢？他回归自然了，自然才是最健康的 啊你天天要补他，他就养成一个习惯，那不补他，他就生病啊，他就得依靠你这个。你把这依靠断掉的时候，他不要了，他反而健康。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据佛教弟子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要刻意去照顾啊，日常生活随缘就好，随缘多快乐啊，不要去计较啊，清净心不接受病毒啊，我们今天去医学上讲免疫力啊，什么是免疫力？清净心是免疫力，心地清净不会感染，大慈悲心能化解一切病毒。你看清净慈悲就好啊，那在这上要用功夫啊，你不要在生活起居上去讲求啊，你省多少事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跟释迦牟尼佛那些人，常随弟子1255人啊，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野外的生活，露宿的生活。啊，晚上睡觉在树底下打坐，上面没有遮盖呀，啊，不怕风吹雨晒，这个雨打了日晒他不怕，过的是那样生活啊，吃饭就偷钵，你给什么吃什么，
啊，欢欢喜喜，他又不生病，这是什么？回归自然了。我们的心回归自然了，身体自然跟也跟大自然合而为一了。啊，最重要是些心的念头啊，心没有回归，身就不能回归；心回归了，身也就回归。啊，得大自在了吧？啊，所以最健康的是自然，啊，自然就是道，啊，在佛法里头，自然就是佛。啊，中国人讲道，讲到极处，啊，道是自然的规律，跟自然的规律合而为一。这最健康的啊，自然有没有生？有，你可以不要去执着它啊，这个才叫养生之道啊！啊，下面说身见，那见惑之首，见惑不断，则不能入圣流。这句话也是我们常常提起来的啊，见惑是，惑是迷惑，见是见解，我们今天讲的看法啊，跟见惑相对的还有思惑，思惑是思想。啊，你的想法或是迷惑，啊，换一句话说，你想错了。见惑呢，是你看错了。你把身体看作是自己，这是你看法里头头一个错误，叫见惑之首。这一条不断，你就入不了圣流，就不能成为圣人。啊，换一句话说，这是凡圣的交界点，突破这一关，你就是圣人。啊，什么圣人呢？在小乘就是须陀洹果。在大乘呢，《华严经》上讲，实性里面的初性为菩萨。啊，你是真正佛弟子啊！啊，实性好比是小学，你小学一年级，啊，虽然是小小圣，他不是凡夫，他没有离开六道。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他就得了保证了，绝不堕三恶道啊！啊，在六道里面修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决定证阿罗汉果，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好像你进的小学念书。啊，六年肯定小学就毕业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身见是多麻烦。身见要不把它放下，我们永远不能进入小学一年级，那能毕得了业吗？啊，小学毕业是阿罗汉了。大学毕业是成佛了，小学没有毕业怎么能念大学啊？这是我们学佛最严重的一个障碍，很少人能把这个障碍突破。
啊，这个障碍突破了，你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了，障碍就少了，而且诸佛如来对你的加持你都能接受啊！啊，佛很慈悲啊，普遍加持。我们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普遍加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我们都在加持当中。但是我们得不到加持利益，就是加持了，我们没接受，天天在加持。从来没中断，就是没有吸收它。啊，为什么不能吸收呢？就这个障碍。所以这个障碍去掉之后，我们就能够得佛力加持。啊，我们世间人讲啊，佛菩萨保佑啊，这真的不是假的。那不入圣流，势必常轮生死，余处无期。这句话感叹了 啊！小小圣你不能证得啊，你肯定在六道里还继续搞轮回啊！什么时候你能离开六道？难说了，太难太难。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说得很白，贪己身者，为只有我身而贪着嫉妒也。这一般人的现象。什么叫贪己身？执着这个身是我，而对这个身生起贪念。啊，天天为这个身去想，啊，怎样保养这个身体，啊，怎样让这个身体过得很舒服、很自在，在想这些，让这个身去享受，就造业了。啊，天天喜欢吃美味。杀害一切众生，为谁呀？为舌头。啊，我们常讲啊，舌头只有三寸的，味道到喉咙下面就不知道了，就为了舌头，这个贪图美味，造多少罪业？真正明了之后啊，就晓得得不偿失啊。啊，要满足我们眼的欲望，啊，要去看美色的东西，啊，满足耳的欲望，要去听好听的，啊，自由也好听的，啊，那这是身体各个部分呢，你都要去满足他的愿望，这个造业可多了，造业可重了，啊，那么所造的业，将来都有报应。不是造了就没事啊，造了以后麻烦多啊，不得了啊！啊，你得在六道三途里头去受果报啊。所以，如果要真正懂得啊，佛给我们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六根、六尘、六识。通通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啊，真正通达明白了，我们就放得下了，放下得大自在，放下开真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呐。啊，不单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啊，自己得大自在了，
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人。啊，他自己问题解决了。他的弟子当中，我们在经上念到的1255人皆是大阿罗汉，那问题解决了。啊，不是普通阿罗汉的，普通阿罗汉是小乘。啊，大阿罗汉是大乘阿罗汉，十地菩萨称大阿罗汉。啊，十地上面等觉，在上面是究竟圆满佛果。啊，举例究竟圆满两个阶级，菩萨52个阶级。啊，他算达到最高峰了。啊，这是大阿罗汉呐。啊，所以他有智慧，有能力，有神通，有德行，能够帮助我们苦难众生。那我们这些苦难众生为什么还学不到呢？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过失。身与意三业都没有过失。啊，要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肯好好的学。我很认真啊，我很努力在学习啊。为什么说我没有好好的学啊？事出世间，圣贤都告诉我，学习最重要的心态，印光大师说得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沉，有没有静？沉是讲内，内心，静是外面，外表，两个都没有啊。啊，什么叫沉？曾国藩先生说得很好，他读书笔记里给这个沉下了个定义，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一念不生是为沉。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个一心是沉。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是三心二意，哪来的成啊？一天到晚打妄想，妄念纷飞，不成啊！里不成，里面不成，外面就没有恭敬。所以佛菩萨亲自来教我们，我们都得不到利益。啊，佛菩萨教导我们这，那是很好的养分呢，我们自己接受不了，毛病在这个地方。无量寿经上佛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是尘。一向专念是静，做不到。啊，现在人看到古人说的这些东西，不相信，相信自己，
啊，相信自己努力了一辈子没开悟，还是迷惑颠倒。啊，如果你相信佛菩萨，生年决定有成就。啊，什么成就呢？开悟了，得定。啊，得定开悟，神通一定显现。啊，天眼开了，你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空间维次突破了，你能够听到凡人听不到的信息，对你就帮助大了。破身见的人，这两个能力就恢复了。六神通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本能啊，自己通通有，一点都不奇怪啊。啊，而是什么呢？见思烦恼障碍住了。你有烦恼习气，你的能力不能显现。啊，能力不是失掉了，是有障碍，它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障碍放下，作用就显现了。啊，所以经书不能不读啊，不读不知道。啊，多了之后明白了，明白之后依教修行。啊，修行是什么呢？修行就是放下，就是看破。啊，看破智慧呀，放下是功夫啊，放下是属于禅定。啊，是清净心、平等心。啊，看破是大彻大悟，一直到明心见性。啊，那么现在的物质现象，科学家告诉我，跟佛说的是一样，我们现在知道了，对于佛所讲的，我们升起叫增长信心，信心大幅度的增长了，但是还不到位。为什么呢？没得受用。啊，真正得受用，就是真正尝到发味，这才算得上是受用。啊，我们这个味道没尝到啊，听说。啊，听说这么好吃，没吃到嘴里，不知道什么味道。那是乏味呀。啊，科学家告诉我，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无知的存在。真是无知啊。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啊，这是近代量子力学家他们看到了。啊，真正看到物质的本质原来是念头。啊，就是我们的念头，
念头累积的现象。啊，正是跟佛经弥勒菩萨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320兆的念头。啊，一个念头多长呢？一个念头是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啊，那是一个念头。啊，那我们算弹指弹快一点，我们现在算秒嘛，一秒，我相信有人可以弹5次，那5次就是1600兆，啊，一秒钟。你在一秒钟里面看到的物质现象是1600兆累积的连续像，就像我们看电影上的一幕一样。啊，电影上的一幕，一秒钟是24张幻灯片。啊，一秒钟24张幻灯片，我们就觉得好像是真的。现在佛告诉我，我们现前这现象，物质现象，啊，一秒钟是1600兆的，啊，我们有幻灯片的这些，1600兆张的幻灯片，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所以不可以叫相续相，啊，连续不是相续，相续是前念跟后念是相同的，不相同。真的像电影的底片一样，张张不一样啊！啊，只是速度太快了，啊，我们觉得是好像是真的一样啊。所以佛菩萨，他们看穿了，看到真相了，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你就不能执着它。你执着它毫无意义。啊，你决定得不到它。这身体我能得到吗？得不到啊。啊，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你也不能说它有。你说他有错了，说他没有也错了。啊，这个东西是个假东西。啊，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假东西管用。你要懂得的话，借假修真。啊，我用利用这个假的工具，在我这一生当中修成，把真实的自信找到，回归自信。对了，回归自信是难，真的太难。那我借这个假的身体，我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哎，求得西方净土，跟明心见性没两样，这做得到。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身体干什么？念佛，忆佛就是想佛，啊，要利用这个身体去想佛，去念佛，啊，利用这个身体去拜佛，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这句话很重要。我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你能不成佛吗？你能不往生吗？啊，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
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还不是自信吗？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阿弥陀佛啊！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一切万法就是自信，就是阿弥陀佛了啊！这一个认知你要是肯定的，里面的真诚现出来了，外面那个恭敬表现出来了，那就是印祖所说的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了。没有沉静心，你看我们多辛苦啊，用多少时间，实际的利益没有得到。叫什么？古人讲的错用了心的。经上教的我们的太好了。我们天天读，没有看懂，没有听懂。一向转念古人教给我们修学，一门深入，我们学得太杂，学得太乱意志不能集中，用一生的功夫一无所得这一生就空过了。会用心的人修净土法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三年成功看净土圣贤录里面的记载，古人圆光大师建立东宁念佛堂开始到现在大概1700多年真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通通都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学的很多，学的很杂的还在六道的高轮回还在贪积自身，还在搞这个真能成就吗？下面会诉说与自身妄执，你看这个执着是虚妄的。能执着的那个念头是妄念，所执着这个身体是妄身，它都不是真的。所以实在跟你讲，能所都不可得。计是计划。计较爱憎为顺，这是举几个例子从先四相上来讲呢，你更容易懂得了爱这个身体或者讨厌这个身体，顺着这个身体或者是逆着这个身体，这举的就都是属于计较，是名贪嗔
啊，是为我执也，这佛经上讲的我执。凡夫妄以自身为我，贪之计较，爱乎备至啊！顺则生爱，违则生嗔，种种分别贪著，具体多于烦恼，全是烦恼啊！起心动念是烦恼。分别是烦恼，执着是烦恼。啊，我们这一生生活在什么境界里？烦恼的境缘之中啊！你要不认清楚，你回不了头来。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回头了。回头是岸。回头不再搞这些把戏了啊！今天我们世间人讲游戏，不再搞这个游戏了。一回头，凡夫就变成佛菩萨了，觉悟了，觉悟就叫佛菩萨。迷执就是凡夫啊！佛法当中所谓的回头是岸啊，自己回头，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你才能帮助别人。啊，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帮助别人是由轻到疏。啊，先帮助自己家人呢。自己家人都没得度，你怎么能度别人？啊，一定是由轻而疏。啊，所以你一个人就悟了。你肯定会带你一家都觉悟了，你一家都觉悟了，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都会向你学习啊。身是个人的一个好榜样典范，家庭是所有家庭的好样子这样才能帮助这世间苦难众生呐！现在灾难摆在眼前，啊，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现在在世界上有某些地方瘟疫逐渐发生了，啊，而且正在扩大当中，啊，新闻媒体报道不多，怕扰乱人心。啊，这些灾难可不可怕？很可怕。啊，可是佛告诉我们，科学家告诉我，不是想象的可怕，有办法化解。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化解，这个讲法跟佛法讲的一样啊！
啊，科学家是从他们研究，物理学得到这个结论。佛法是诸佛菩萨从禅定当中看到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如何化解问题。啊，所以只要心正、心善良，啊，再大的灾难，它自然会化解。世间这些众生，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比我们肉眼能看见的，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啊，冬至法会昨天圆满，有不少同修都有感应。啊，灵界的众生，幽冥界的众生，真有，不是假的。啊，我们要以慈悲心、爱心，跟他们融成一体。我们修行，带领他们一起共修。帮助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一类众生也感恩也报恩啊，这个地区有灾难他们就护持啊，啊，大灾难就化成小灾难，小灾难就没有灾难。啊，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疏远他们，或者是毁谤他们，那麻烦就大了。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了。啊，他就来抱怨了。啊，小灾难他会把它变成大灾难。那他们有这种能力吗？就跟人一样的啊，他不是一个好人坏人，我们对他好，我们尊重他，他也会感恩啊，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帮助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都有善恶两方面啊，善跟性德相应，恶跟性德不相应。啊，所以中国古人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天地鬼神这小动物本性都是善的，只是习性不善而已啊。啊，我们要看本性，本性都是佛。华严经上讲的多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我们常常想到这一句，对一切众生那种真诚恭敬心就升起来了，我们跟他就能沟通了，就有感应了啊！我们真心帮助他，他也真心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自以为聪明，啊，那是迷信。佛讲的是迷信，啊，鬼神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你的亏就吃大了。
啊，到自己死了之后后悔莫及了。啊，死了以后跟他在一道吗？就全都明明了了。啊，圣贤人的东西，就成圣贤，他不糊涂啊，不迷信呐、啊。啊，我们今天信科学，科学有证据。古时候没有科学仪器，但是他们有定功，定功也有证据。一个人入定，他看到这些境界；十个人入定，那九个人同样也看到这个境界，那就是证据啊。不是一个人算了算数啊。啊，在这个世间修四禅八定，对六道情况就看得一清二楚啊，定中境界嘛，时间空间都突破了啊！你不相信，你依照方法去修，修得到的时候你就见到了，你就相信了。啊，谁修谁就能得到。啊，你不依照这个方法修，你得不到啊。啊，而且小的这些定神通不难。我在初学的时候，啊，初学佛出家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好同参，明严法师，啊，跟我同年，抗战期间我们同学过，以后到台湾又碰到了，在一起工作，我出家了，哎，他也把工作辞掉，他也出家了，啊，我跟李老师学经教。他去跟一个密宗上师去学神通，问他为什么？哎呀，跟人讲经太辛苦了，舌头讲干了，人家还不相信啊。他说：“我学神通，我一现神通，人就相信。”想的是没错啊，可是以后他真学了一年多的时候，他来告诉我，他跟幽冥界的障碍没有了。每一天下午黄昏的时候，他就看到街上来来往往就有鬼走了啊，他到晚上9点钟、10点钟，满街都是。啊，他看到他也不害怕，啊，鬼跟人没什么两样。啊，人不能障碍鬼，鬼也不能障碍人。他来跟我讲这些，这人绝对不是骗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嘛。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虽然天天见鬼跟鬼打交道，我不相信，我说你说的是鬼话。他说为什么？我没看见呢，你看见我没看见。我说还不如我讲经好，我讲人家听有人点头啊，哎，你这些鬼话说没人相信啊。啊，除非跟你学的功夫差不多的，
你说的他也见到了，他才相信，那是少数人，那不是多数人。啊，所以那些人相信，相信怎么？现在世间一般人不相信，说你说鬼话，胡造谣言。啊，不是他的境界嘛。因此，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神通？神通可大了，但是他老人家不以神通做佛事。啊，他用教学啊，讲经教学，帮助一切众生看破放下，真的放下就得神通，能力就恢复。啊，你放下的越多，恢复的能量就越大，全是本能，智慧是自信本有的，能力也是自信本有的。啊，甚至于相好，通通都是自信本来就是。大乘佛法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开发自信。啊，现在科学家也提倡，这个人有潜在的能力，这个潜力，要把潜力开发出来，那个能力可了不起。这在佛法里很平常。啊，明心见性就是开发性的，啊，用现在名词叫开发性的。啊，我们的智慧、神通、道力、相好，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放下头一个是放下我执，不要再执着我。啊，我们今天修净土，念念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念念不能离开无量寿经，至少不能离开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天天要去读。养成一个习惯，四十八愿是谁？是自己。啊，大乘佛法把自己找回来。四十八愿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我们业障太重，烦恼习气太深，断不了。啊，那就是拐个弯，去求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我们能力就恢复了。啊，这是净宗法门。啊，我们今天进步非常缓慢，什么原因呢？世间拉杂事情没放下，所以功夫不得了。念佛也好，读经也好，夹杂的妄念太多，这就是不诚不净。啊，诚不怀疑不夹杂是诚。啊，净表示在四相上，就是不间断。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从四上讲的。你净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念老引用《往生论》上的话。往生论云：“远离我心，探诸自身。”
我心是莫那识，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上讲宇宙的缘起啊，一念不绝，二有无明，无明变成阿赖耶，无明不觉生三系，就是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的三系相，宇宙就出现了。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一念不绝。阿赖耶的转向，就是莫那识。阿赖耶的现象，就是境界相，物质，物质的世界出现。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现在量子学家证实，物质是意念变现的。意念在阿赖耶里称为转向。这三系相啊，先有它了。法相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莫那识是四大烦恼常相随。莫那只要一起来，一定是有四大烦恼。四大烦恼第一个就是我见。我见就是自身呢，就有这个念头了。或者说是我执，都是一个意思。那第二个，爱见。爱是贪爱。第三个，痴见，愚痴。第四个，国慢。通常经上的名词叫我执，我见叫我见，我爱，我慢，我痴。这后面就是贪嗔痴三毒啊，所以这三毒是与生俱来。从哪里来的？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这个要知道啊，自性里面是见闻觉知，这四境得了，变成什么呢？迷了之后，见闻觉知变成了受想行识，变质了。以后受就变成前五识。想就变成第六意识。行就是指的这个莫那。识是讲阿赖耶。宇宙就从这里发生的。这个现象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这很了不起。我们看到他们的报告，科学报告，非常欢喜。
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凡夫都是用思考，思考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之大，与它相应的心所51个，几乎没有不相应。它是圆满的相应。佛说，它对内能够圆到阿赖耶，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现在的科学证明了，佛这个话讲的一点不错。但是佛说，他圆不到自性。我们看到科学报告也是如此。那么这现象从哪来的呢？科学家说，无中生有。佛告诉我们，不是无中生有，自性变现。那么研究宏观宇宙的他们的报告是，科学这些仪器观察宇宙，实际上只能看到全宇宙的10%，另外90%的宇宙不见了。这圆不到自性。那佛在经上告诉我，那个90%不见了宇宙到哪里去了？回归自性。等觉菩萨再往上进一步，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证得妙觉位。回常寂光了，回常寂光他就看不到了。常寂光是自性。科学能达到这个境界不容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家。大概20年到30年之后，他们肯定了佛教是高等科学，因为今天科学跟哲学上最后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在佛法里。但是这是决定不能用科学仪器你能够见到的，仪器见不到。怎样见到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所以这个科学哲学跟佛法融成一体了。这一桩事可能我看不到了，我年岁太大了，再过个20年30年，那我不得活100多岁了。可能我看不到，但是你们年轻的同学将来都会看到。那个时候学佛不是学宗教了，是学科学。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这个贪着自身都包括在前面，远离的是远离我心，远离贪着自身。远离无暗众生心，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种法应远离其障菩提心应知。这是我们在往生论上学习
学习过的。这三种话很重要。啊，我心就是贪着自身，这个一定要远离，知道事实真相，不再贪念自己的身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要远离无安众生心。啊，这是什么？佛法是要令一切众生得到安稳呐、和谐、快乐。这是佛法了。啊，无安众生心不能有啊。啊，就是我们所作所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制造混乱，这就错了。那制造混乱、制造烦恼，第一个自己身心不安，第二个障碍社会，让社会大众也得不到安稳，那就造罪业了。第三个呢，要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啊，这个弘法护法的人一定会遇到啊。如果是贪着供养恭敬，你就堕落了，你就退转了啊。所以对于一切供养，人家恭敬，我们以恭敬回答，以谦虚待人啊，对待一切众生要像对待佛菩萨一样，那我们功德就圆满啊。自己弘法护法都以为是高高在上，错了啊，以为我自己做多少好事，一有这个念头就变质了，就不是好事了啊！永远保持像菩萨一样，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做再多的好事，就像没做一样啊！心是清净的啊，这就对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榜样，做得真好啊，应当要学习啊。啊，佛对于任何一个人，贫穷下贱乞丐，佛对他都尊重为什么？乞丐本来也是佛，他为什么变成乞丐？是他迷失了自信，他造作了恶业，感受这种果报。那我们念头再一转，他真的是佛菩萨，示现乞丐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啊，就好像舞台上表演一样。啊，示现一个乞丐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业因果报。啊，为什么贫穷？过去世当中没有布施，吝啬，啊，不肯布施，没有财布施，啊，没有法布施，没智慧，没有财布施，贫穷下贱，没有无为布施的身体不好。啊，事先给我们看了，现身说法了，他怎么不是佛菩萨？所以这个世间法的时候，都是假的嘛，就看你用什么念头看。你看一转的时候，用佛的念头看，哎，没一个不是佛。那乞丐是佛，他是度众生的。那会看的人都明白了。那
不会看的人，哎呀，他是这个很讨厌的人，不要去理会他。那会看的人，那是一尊菩萨。啊，他还要向他问个信，还要供养他。你供养佛吗？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佛，全是佛。啊，想是众生，全是众生；想是妖魔鬼怪，全是妖魔鬼怪。啊，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全是你胡思乱想想出来的。你要不想，不想什么都没有。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佛说的真好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它在那里起变化，啊，你要是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通通是虚幻的。你想到弥勒菩萨那一弹指，啊，320兆的念头，你才真正明了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的 啊不可得里面你一定要想得，那就坏了，那就造业了啊，不可得嘛，放下就是了，放下就大自在了。啊，那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执着，都认为要控制别人，要想得啊去获得，错了。啊，佛菩萨不干这个傻事，佛菩萨绝对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所以他来去自由，啊，得大自在，他没有障碍，啊，障碍是这么发生的。我们了解这个原因，记得把原因消除，啊，回归大自在啊！啊，所以他这个后头总结说，此三法应原理，一切障碍菩提心。这三样东西，你要不把它放下。他长道啊，菩提心发不出来啊！啊，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贪念上面散发的时候，你就往生不了。啊，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愿望，我这个地方放不下。啊，放不下自身，啊，这个放不下了，伤害众生，啊，这个伤害众生有意无意，都在伤害众生，都在给众生添麻烦，啊，在贪图恭敬供养，那人家恭敬我欢喜啊。供养也欢喜啊！啊，你有这种念头的话，极乐世界去不了了。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啊！啊，就往生，往生论上讲，这三样要远离。啊，有这个东西，念佛就不灵了。盖为贪执自身。无安众生心，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者皆障菩提故应愿力。啊，这是念老用白话来为我们解释。啊，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宗主要修学的方法。
啊，这经中啊第一条最主要的啊，你要发菩提心。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他讲得好，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我说古人没有这么说过。啊，他告诉我，一个人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不要去再讲啊什么至诚心啊、身心啊、回向啊，不要讲这些，那些东西越讲人越迷惑。啊，真正懂得经教的人给他讲心，不懂经教的人讲他不懂，听不懂。啊，欧耶大师这句话讲得好啊！啊，我没有别的念头，在这个世间太苦了，活够了。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想到极乐世界，就想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好啊！啊，发这个心之后啊，真干，一向专念。啊，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我专念阿弥陀佛。啊，一天到晚我就这么一桩事情，除这桩事情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这叫专念。啊，我还要管这个管那个管那一切，那么说那就错了。啊，那些事情谁管呢？两个人管。一个是菩萨管，一个是凡夫管。菩萨管的时候，他心里的阿弥陀佛不中断，什么事都管，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事情。啊，那别的事那是为大家服务，啊，照顾的周周到到，他的佛没中断，这是菩萨。另外凡夫管呢？他就什么都管，管得心里乱糟糟的，阿弥陀佛忘掉了，一句也念不上来了，那就反复管，两种人管了。那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啊，就真正护这个护法功的时候，他自己修成功了，他来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不爱自己往生啊，就是往生真有把握，啊，不爱往生，那什么，真放下了，啊，对自己来说是真放下了，啊，那自己没放下，这是就障碍，就产生障碍，啊，决定障碍你往生，决定障碍你念佛。啊，那么你发那个心就不能兑现。啊，发心要用行来兑现。啊，行最重要的是放下。啊，然后才是念佛。不放下念佛，这个念佛的功夫被那个夹杂破坏了。啊，所以先放下再念佛。这个很重要。啊，念佛是智慧，慧心呐、啊！啊，放下是戒定。啊，若障菩提心，即不能往生。是故愿曰：若起念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这个大愿。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人，如果他会还起一个念头，还贪身，贪这个身，他说他就是不成佛啊。那他现在成佛了，说明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愿圆满了，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一个
会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身，想到这个我，没想到啊，那是常乐我净四净德里面的我是大我，不是小我。什么是我呢？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想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我能生啊，万法是我所生啊，那哪一法不是我的？大乘经里常说，法法皆是，法法皆如，如是没有两样。性如其相，相如其性，事如其理，理如其事啊，这个时候的我是肯定了变法界虚空界是我啊，不是执着这个身啊，这是化身菩萨了啊。所以你看他有身啊，化身不是指我肉身，法身是一切法什么的身啊，变法界虚空界如是啊，他在相上跟法界融合成一体，在念头上跟法性融合成一体，性相是一，不是二，这叫法性身啊。居住的环境叫法性土，身土又不二，整个宇宙是一体这叫化身菩萨啊，他的戒位在华严经上初住以上就是的了啊。你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这四十一个人居宝土，十宝庄严土啊，所以常乐我净，那是他们的境界啊。我们要明了，要搞清楚啊，要向往，要学习啊。其如没有别的方法，放下就如其如啊。实际上，障碍就是执着，就是分别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这三样东西放下了，一切障碍都没有了。这一章我们就学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一章。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这是第三十二愿。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这是三十三光明慧辩愿。幕后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这是第三十四愿。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
念功的注解。右章啊，右面这一章经文有三愿：生我国者，善根无量。这两句是总数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善根具足啊，善根无量无边呐！啊，下面这是别说啊，善根者，这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善根。身口意三业之善啊，这叫三善根。身的善根，口的善根，意的善根，意识念头啊，故不可拔啊，坚固啊，不可拔，所以称作身，称作这个根。在这个地方，我提醒同学们，究竟圆满的是圆满的善根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句阿弥陀佛，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意里头的善根坚固啊，口念阿弥陀佛，口里头有善根呐、啊，身行阿弥陀佛之行，你不其实身口意都具足善根了吗？啊，而且三善根功德无量无边呐、啊，不但自度了，而且能度一切众生。啊，但这个善根要坚固，啊，坚固上决定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不能为外缘所转，这叫坚固善根啊！啊，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真坚固啊！心里有阿弥陀佛，还要放一个观世音菩萨，行不行啊？不能说不行，比不上纯一的好。啊，我曾经看到印光大师他那个官房，啊，我参观他的官房，他官房佛堂里头只有一张方桌。比我这个桌子它是方的，我这是长的啊，没有这么长啊，方形的小方桌子，只供一尊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佛像，转呢、啊、没有观音是指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在苏州人烟山啊，我看到是一堆蜡台，一个香炉，一个墨鱼，一个小磬，就那么简单。啊，阿弥陀佛面前供一杯水，阿弥陀佛后面，祖师写了个大字“死”字，贴在佛的后面，很大那个字，我就看了，真叫专一啊。那个固不可怕了啊！你在那里看到啊，印足的善根，不但深厚啊，无量无边的、啊，口里头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啊，每一天礼拜阿弥陀佛。他在官房，官房很小啊，那不出来，
拜佛是运动，身拜佛，口念佛，心向佛。这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讲这一愿，也可以说说这一章的最好的典范，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